我是 Jesse， 千禧谨慎，足智多谋。此时我正操控着降落伞向着防空洞飞去，就在不远处，一支三人小队正在降落。既然如此有缘，那你们就等着，一会儿咱们防空洞里钢枪见真章哦。我快速搜索物资，地面上有车声，难道说又有敌人来凑热闹了？啊哈，我 Jesse 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，一股钢枪的热血涌上心头，让我不禁有几分手痒难耐。敌人们赶快出现吧。然而我等待了许久，却连一名对手的影子也没有看到。咦，出口处有枪声，机会来了，我急忙向着出口跑去。看到你了，我说这是什么情况？看这节奏，这应该是两名人机宝宝在互殴哦。哎，敌人都去哪里了？算了，就拿你来出出气吧。寂寞的我一路孤单前行，四处寻找着敌人的踪迹。咦，前面房区有枪声，子弹飞过的声音。我打开八倍镜，看到你了，一枪爆头。哎呀，竟然没有倒下，你等着吧，下面就让你尝尝我 Jesse 正面钢枪的威力。我迂回绕到房后，快步进入房中，来到二楼阳台，随即攀上房门，悄悄登上了屋顶。咦，地上趴着一个什么东西，开镜瞄准射击。成功击倒，对方并没有直接淘汰，那一定还有队友。我从房顶一跃而下，屈膝降低重心，随后直冲对手所在小楼。啊哈，果然在救援队友，纳命来吧，成功收获双杀。这感觉还不错哦。疗伤完毕，我快速下楼。咦，远处有信号弹，这种热闹我 Jesse 岂能不去凑上一凑。我开车上路，猛踩油门，一路翻山越岭，向着信号弹的方向急速驶去。不好，信号弹消失了。算了，命中无缘，不好强求。我失去了目标，只好无聊地开车一路闲逛。钢枪的热血正在慢慢冷却。前面有个大仓，再去搜寻一下物资吧。咦，前方有人，相逢即是有缘，那就让我送你一程吧。我猛踩油门，径直碾压过去，成功淘汰。话说我是不是有点太残暴了呢？阿弥陀佛，还是让我换辆车吧。我开着新车绕过一片山坡，咦，飞机飞过来了。我淡定，空投应该就在附近降落。这片房子不错哦，就让我学一学姜太公钓鱼吧。我快步登上二楼阳台，寻找空投降落的位置。咦，摩托车的声音，两名敌人骑着摩托车一闪而过。等等，我没看错吧，两人竟然穿着粉红色的情侣装，莫非这是一对情侣选手？他们竟然停车了。耳边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两人登上了对面小楼。哎呀，眼神不错哦，还敢扔雷，强人手雷爆炸造成的耳鸣声。我爬上房顶，紧紧观察着对方的动静。楼后闪出一道粉红色的身影，机会来了， M762 一波扫倒。我随即纵身跳下楼顶，准备前去补枪，耳旁却响起了另一名对手的脚步声。我说这是什么情况，不去救助队友反而选择攻楼，是你负心薄幸还是自信过头？那就让我送你们飞机上团聚吧。我喝下一瓶饮料，却发现安全区已经再次刷新，随即开车上路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顺利进入了安全区内。前面的这栋小楼不错哦。咦，怎么有辆车，房顶有人。我突然闪过一个恶作剧的念头，打爆你的轮胎，然后开车溜走。啊哈，这主意不错吧，拜拜了大兄弟，剩下的路你就开着十一路公交车跑毒吧。哎呀，竟然打我，好疼。我是 Jesse， 我会再回来的，下次我一定不会再玩这种无聊的恶作剧。